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刺客教条起源。上次我们就看了一大段剧情，所以呢，导致那个影片就是我本来没有要那么长，然后结果现在有点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支线吧。先追踪这个任务，按错了。哎，等下，这里有一个，这在哪里啊？哦，在对面哦。有点想先做了这个。但是就死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以为他死了。就没有东西耶，会不会太坑了？好啦，没差，先去对面。等下可能今天影片应该还是就20分钟左右吧，希望可以。因为等下去拿外送，就是我怕中间会突然离开之类的吧。哎呦，烂掉了吗？哦，搁浅之后就烂掉了，靠！有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这一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玩困难的关系，还是太久没玩，还是说真的有差，我会觉得这一代的，好像比较难打的感觉，就是打起来没有那么顺畅，没有那么爽快的感觉，所以我不确定是我的问题，还是说是真的是。游戏的问题，始终因为他这个是第一次这样玩，就是用这种模式去玩嘛，刺客教条，之前都是用那种，就比如说黑棋那种模式去玩的，有点不太一样跟这一个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确定是那时候开发的时候没有开发的非常的完善，还是说真的就只是我不习惯而已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有可能是我啦，有可能的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我会觉得还是蛮好玩的。是豹吗？哦，不对，这里是河马。按错了，我想问我怎么躲不过那个河马的攻击？如果都一直按叉，按叉就是跳嘛，翻越啊，然后结果原来是按正方形，哈哈哈哈。猫咪耶！我以为我互动的是猫咪。
到底还有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是在……哎呦，他怎么跟着我？自己又离开了。我看一下，还有哪里我没看。吧，应该自己又离开了 那我真的不懂哎。所以我会擦的就走上面吧。这看过了，是我要找到尸体吗？我到底为什么在眼馋呢？还是我要把那些稻草烧掉？声音该不会是把猫烧死了吧？这个范围还是调查的。这里是离开，这里是进入。好，反正就这一块上面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找不到？哈哈，会不会太莫名其妙？这里是，这里不是。是你吗？是啊，好抱歉，我要网路上看一下，那为什么我看不懂啊？那是什么任务？黄鼠狼。干草车，哎，是我刚刚那边吗？
哦。结果真的是甘草车。我刚刚去客厅看一下那个温度，哎，到了，抱歉。啊。刺客教条就是很多死亡的一个游戏。I'm looking for Ruya. Perhaps because she has your badge. 要打架了。It's just an Egyptian dog. No matter. Why did you do it? Truth? I didn't mean to kill. Only teach her a lesson for her insolence. She refused to read a letter from you. You must confess to Pelias. I suppose you want the same fate as Ruya.You stupid Egyptian! I'll teach you the same lesson she learned! Come! Try! You will pay, corpse!我还蛮喜欢这个游戏，就是它可以有宝箱，就是它可以边移动边那个叫什么边蓄力啊，就是那个强力攻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呀好爽哦，可以边走边那个。就一千，好，下一个呢？我会想做这个吧。我的外送还有几分钟才会到，所以他说还有五分钟。那明天呢？因为我录的今天呢，就是。6月19吗？对，19号，所以明天就是父亲节喽。应该说西方国家的父亲节啦，因为我知道台湾是88嘛。
we help you collect the dead. 哎呦，我现在才看到，因为他在过场的时候可以那个，哎，我可以叫什么？不是视角。淹没？为什么？是有什么技能之类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用，但是靠，他已经死了，来不及了哦，还要救救他。太多字了，先等我一下。哈哈，因为刚好我妈回来，那我就可以不用说，应该要解完了吧。丢丢上去吗？哇，好，丢不上去，好，没事。有点可惜，刚刚救不了那个人，而且我这一个刚杀掉的河马我都找不到了，其实，哈哈。
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哎，找到了。好了，起码有一只也不错啦。外送员呢，真的是走路的，所以。偷他的车来用一下，结果呢？靠，死了！他们的剑很痛，其实，哦，因为爆头吧。对，然后明天父亲节嘛，我们就是这边的话，那。我家的话，一般就是送吃蛋糕就好了。我去年送了一只手表给我爸，但是就也不是特别贵的啦，始终我爸也舍不得戴，所以不要送太贵。之前送了一支笔，他也觉得说不要用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它干呐，干了有什么屁用。刚好也有一个哎，就通常我自己在解这个任务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啊，所以看到说哦，比如说前面特地上去找，这家没死，我有吓到，其实。
对。他下来喽。还有喂，不好了，我们这下次再见喽，你这样啦，拜拜。